大家好，我是虎扑奇社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呢，我初收到的时候呢，从纸箱子里头拿出来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什么配件包啊之类的啊？但打开之后发现呢，里头是一个，是锋刃的组装模型，可动人偶，一看是不能变形的，还有一双大手啊。那我就想到说呢，我先前有组装过这款风雷模型的 Windblade 锋刃，但这一款的话呢，因为组装难度比较高，后来我还是请我的好朋友罗志贤先生帮我组合的。那组合完之后的话，为什么我没有做分享？也是因为呢，我不小心呢，让他从桌上摔了下去。摔下去之后呢，他身上有整个就拆了嘛，我只好再把它组回去。但是我这一块零件啊，我找不到，所以等于是它变成一个缺件的状态，那就也就没有跟大家做分享了，非常的可惜。不然这一款的美型度啊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赞的。那没有想到说呢，居然有这么一款已经是组装完毕的版本，而且涂装啊各方面的话呢都做了一些加强。那我们就呢把它拿出来做个组装好了啊。是的，武器的话呢，它一共附带了两对，有一对比较大，有一对呢这是比较普通的尺寸。那它有替换的手掌，其中替换的手掌呢，有一个是专门用来握持刀鞘，这个应该没有说错吧？握刀鞘的这一款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个孔洞在这里，我把它拔下来给各位看一下。你也可以整个关节都给取下来，它这个地方打开，有一个握得还蛮紧的一个插孔，握得很紧了。这里有一个凸，然后掌中心有一个洞啊，只有这一只手而已，另外一只手的话呢就没有。那拔出来之后，这个刀鞘呢是大刀小刀共同来使用的。那握持武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你就把它这个武器安插下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的这个整个一个强化过后的关节，再把它给扣上去。再来，我把这个地方转下来给各位看一下，上面有加了一个细油。因为你如果不加细油的话呢，除了本身360度的转动不容易转之外，它手臂的平举啊也是非常的偏紧，所以的话呢，我就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一个把它给弄，松弛一点，不然根本就转不动。那它还有附带一个，这个应该是猛大帅的手掌吧，但是它这个创意是可以，但是其实还是比较粗糙一点的一个地台。这个跟官方合体战争的那种放大的手可能，稍微好一点而已，没有差很多。支架的话呢，也是稍微有点小尴尬。它这里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插下去，但是它中间能动而已，只有这一带，能够做一个调整而已。它上方这里的话呢，其实是卡死的，是没得动的。它还有附带一个替换的头雕，这个头雕的话呢，应该感觉好像是什么 IDW 的那个玩具还是怎么样？反正这个头雕，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机器人啊，没有这个头雕来得好看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头雕好了。以这个头雕，你单纯看它的话，你会觉得还不赖，还是挺秀气的。但是如果你把它跟风雷模型的这个模具版本去做对比的话呢，其实是高下立判。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几个原因呢。第一个，脸上的这个白，这个风雷模型这个白的话呢，真的是比较晶莹剔透的白色。它应该是塑胶本来的一个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这一款的话呢，应该是涂装涂上去的，感觉这个白呢就没有那么样的白里透红了。再来以眼珠子的话，风雷模型是有把瞳孔给做出来，看上去非常的楚楚可怜。但是这一款的话呢，它就只有金属绿色的涂装啊，没有瞳孔的刻画，至少我手上这款是没有的。再来是它脸上的红色条纹。原本风雷模型的版本比较细、比较长，但是它的话呢，就线条有加粗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，这个风雷模型的这个版本，它的这个脸侧边的红色，它是有延伸下来，整个下巴一圈，整个下巴一圈，全从这一侧一直延伸到这一侧，通通都是画上去，都有画到。但是这一款的话呢，它只有侧边涂到这里而已，它下方就没有涂过去，所以脸看起来的话呢。以线条感的话呢，这一款风雷模型的一个脸会更加的好看。当然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两种不同的妆感了啊，你喜欢哪一个的都可以。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的，嘴唇，这个是决定性的风雷模型的头雕胜过的最大的一点。看了吧，这个嘴巴有没有想要亲上去的感觉？
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换了另外一个呈现的方式，它的嘴唇做的没有那么立体，而且口红的这个涂装的话呢，也是比较稍微弱一些。我还是要说，它本身绝对不难看，但是只能说这一款的头雕实在是太杰出了，导致于说在这个时候高下有一点立判。另外，它的胸部的造型也不太一样，应该说它其实整个你可以仔细看一下，造型基本上外观是一样，但其实细部的话呢，由于它并不是拼装，不用一块一块去拼装，所以它在很多细节方面其实都有做一些修改的，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小腿后方，这个已经完全就是钢铁人的那种一体成型的感觉，而这个因为是拼装的关系，当然是一块一块部件的，那塑胶的感觉自然就不用我多做说明，黑色的部分呢、也是有一个差别的，那但是这个胸部啊，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种点子？你为什么硬要把它弄成是一软的胸部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把女机器人的胸部弄成软的啦啊！这个人跟机器人还是要有点区别啊。这个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这个是有点画蛇添足了。你继续用这种金属的这种金属红不是很好吗？对吧？那它的腹部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动，它应该是有增加了一个这个。它这里带应该是多了一处的关节，我这个时候可以把它给拿下来了。好，它这里应该是有多了一处的关节在这边，我可以把它拉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这样的。OK， 它做了一处很漂亮的金属部件在这里，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往前弯腰的一个动作，但是这个附带下来的后果就是说，它的这个腹肌的这一块部件。就会一直都会有点小凸出来，你必须在特定的角度下呢，才能够把它收得比较漂亮。头的话呢，脖子前后动是没有问题，左右看都 OK， 手臂360度的转动都是可以。对了，这里这个部件它是从这里卡下去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装对啊，它这个翅膀这里是有一侧凸，那这里是一个十字架，我不知道我两侧有没有装反，如果装反会怎么样，我们试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哪一侧是对的。OK， 如果你要装反过来就会变这样。我的感觉应该是我之前装的是对的，因为它的活动幅度比较大。那如果装错就装错了啊，反正变形变错，不是新闻。那组装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它还有一处啊，就是这里这两片部件它是直接从这里装上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两个部件你要张开还是缩起来，这个也端看个人的需要。它的臀部的话呢，没有组装模型那么多的分件啊，但是我觉得也很漂亮了，一样可以往两侧稍微外扩一些，脚前后动啊，你反正你就造型会多少有点受到限制吧。那膝盖可以弯超过于90度，基本上就是完全贴合了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都是金属的关节，所以在把玩上其实这款没有什么问题，它有一些适当的造型上的小修改了，还是有一点点，不过95%还是差不多的。那如果说你这款组装模型你真的非常苦手的话，那么这一款的话应该也是美型度相当高的锋刃，而且也算是留了一条生路给这个组装的模型嘛，因为头雕来讲的话还是这一款是比较优秀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KO 了风雷模型锋刃的这个成语者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